早上的5:30，有一辆空载的集装箱船从广东佛山的南海区驶往广州南沙的途中，经过我左手边的红旗沥水道的时候，撞击了目光所及的沥心沙大桥的桥墩，造成了桥面的断裂。我们现在可以在现场看到，整个路面可以说是一分为二。事故，我们从广州市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的最新的事故的进展是，事故造成了2人死亡，3人失联。我们在现场看到，现场有很多的救援船舶啊，正在来回的游动巡视来进行救援。在桥的桥面上，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呢正在进行现场的处置。我们从广州海上搜救中心获取的最新的情况呢，此次事故共涉及到了5台车辆，其中有一台是小型的电动摩托车。事故发生以后呢，有的人有和车是落入了水中，有的是落入到了事故的这个船舶上面。目前涉事的船舶的这个船主已经被控制，我们在现场没有看到这个涉事的船舶，应该是已经被拖走了。但是呢，现场的这个救援力量呢，还是在不断的在进行现场的巡视。我们看到有海警船，有海洋执法总队的船，还有这个我们从这个救援力量那边获悉呢，还有蛙人也在进行水下作业。我们镜头现在所指向的这个位置呢，叫三民岛。据公开资料显示呢，三民岛原名叫沥心沙岛，属于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的西南边，占地面积呢有14908亩，常住人口约7000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条沥心沙大桥呢，是连接了三民岛和万顷沙镇的一条重要的这个水路通道。事故发生以后，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救援的预案，派出了15名执法人员和3艘执法船艇赶赴现场，协调30多艘渔船，配合属地政府做好岛上人员转移和物资的运送，保障岛上居民生活和出行，协助维持水上交通秩序等保障工作。根据广州市海上搜救中心的通报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0点，经初步调查，涉事故车辆4辆，电动摩托车1辆，其中2辆车落水，其他3辆落到了船上。截至目前，有2人获救，2人死亡，1名船员受轻微伤，3人失联。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给我一下。我们在河岸边的这条公路上呢，也看到很多这个周围的群众啊，在这里这个进行观看。我刚才问了几个村民，他们说，眼前的这个红旗沥水道呢，平常是这个非常繁忙的，有很多船舶经过，而这个路面上呢，也有很多这个船那个车辆呢，每天在通行。
交通量比较大。大概多久？不知道，20分钟。再直播十几分钟吧，再直播十几分钟。调一下环境。事故发生以后，事故周围的这个水域和路面呢，已经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可以跟着镜头来看一下，这一条沿河的公路上呢，现在是有大量的这个车辆，有些车辆是来通行的，有些车辆是停在这边在事故现场观看这个救援现场的。周围的这个设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很多是厂房，还有一些这个砂石厂。而这个我们的左手边是三民岛，三民岛上有不少的居民。刚才正如我所说的，相关的救援力量呢，在事故发生以后，也及时的对岛上的这个生活物资呢进行了补充，包括对一些受影响的居民进行了转移，防止他们因为道路交通的中断影响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有很多救援的船舶，刚才除了海洋执法总队以外，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也出动了25名救助人员，携带这个专业的设备前往现场进行救援。截至今天的上午10点钟，南海救助局先后从广州救助基地3批次派出了16名应急救助队员，随2辆应急救援车、1辆救助指挥车赶赴现场，并携带了有专业潜水设备、专业水下搜寻设备等。往前走是吧？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一走，看看能不能问到一些比较知情的群众，让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形。我们看到前方公安交警部门呢已经拉起了警戒线，设置了一个管制区域。现场有很多的记者在进行采访，我们看到有一些当地人群众模样的人，我们问一下。哎，大哥您好，您是住在附近吗？您住在这个附近吗？不是。哦，那您是怎么知道这边有这样一个事故？是来这边看现场？在那个抖音上看的。在抖音上看到的。您住在是住在什么地方？就在这里。这个咱们左右手边这个红旗里水道上，它平常那个船舶多不多啊？很少的，不多。啊，不多是吧？哦。现在唯一的出路，唯一的一个出路，对面是三民岛是吧？那边是不是也住了不少的村民啊？很多了，住了很多村民啊。我们看到这里边很多执法的这个车辆呢，也在现场维持秩序。
您是住在这个附近吗，大哥？是啊。哦，那您这个怎么知道这边发生这样一个事故了呀？就是早上他们说吗？是听别人讲的是吧？哦，您是什么时间来到这里了？第一时间？7点多钟。7点多钟来的，当时能看到那个涉事故的那个船舶吗？船还在这儿吗？在呀。在是吧？啊、哦，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啊？这目前不清楚啊。嗯，我听说好像有一些车辆是掉到了那个船上，您能看到吗？人家拍视频了。拍视频啊？啊，这个。好了，不要说这个。嗯，这个水道啊，我看这个水道还挺宽的，就是您知道那个水道上平常这个船舶多不多啊？一般呢。一般。这是通到广州南沙区的一个水道是吧？这么也不清楚啊。不清楚。这个是对面那边发来的，现在发兵那个。7点多钟的时候，当时那个救援船舶都已经在现场了，是吧？是的。啊，那还是反应还是很快的。天亮都全部那个桥都摆满了。啊。这个事发的时间是在早上的5点半，那个时候这边还是黑的，是吗？不这么久，几点就不知道，中间早上很多警车过来了。嗯。很早有很多警车。天都没亮。天还没亮的时候，警察就来了。因为5点多钟的时候，应该说它天还有点黑的，还没有黎明。嗯，您住的地方离这儿有多远？我们就这里干活的。啊，在这里干活的哦，就在这个沙场这里是吧？那个搞文件。啊。公司那里。啊，那当时事发的时候，有听到一些声音或者什么动静吗？只听到响啊，砰声响一声，我以为是东西掉下来了。嗯。当时您已经醒了是吧？还是说是被撞醒的？是被声音吵醒的？我们马上就夜班了。哦。上夜班的。哦。看这机器的。哦，你们是在值夜班。嗯。啊，值夜班，值夜班快结束了是吧？夜班，我们到7点半吃早餐那时候的。哦，啊，那您正在上夜班，因为它事发时间是5点半，您是7点多钟结束您的夜班。7点半。啊。那当时听到声音以后，有想到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吗？有没有跑出第一时间跑出来看？没有。嗯，当时天还是黑的，是吧？听到声音的时候。是啊。啊，当时也没有想到是这个发生了这个船撞桥事故哈。是啊。啊。船是撞到桥墩了吗？当时您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啊，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啊？就是来了以后，那个当时那个船是在什么位置？在中间那里。在中间那个位置上。啊。那个时候交通管制了没有？管制了。交通已经管制了。嗯。很早就管制了交通了。对，现在交通管制，水面和路面上都有交通管制了。很早就管制了。对。咱们这一带的居民不算是特别多的，是吧？都很多上班的。很多上班的。上班下班的这里。啊，那就是对面的居民也有经过这个桥来这边上班的人是吗？要。哦，那所以5点半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这个车辆和车辆经过。是。啊。我的同事过不来上班了。同事过不来了。嗯。哦，他平常就是走这条路过来的。是。对，我刚才也看到，现在我们的救援部门呢也在协调对面的一些生活物资的运送，还有一些人员的一些转移。嗯。您是外地人来这边打工的吗？还是本地人啊？广东人。是广东人啊。啊，您平常走过这个桥吗？走过。这个桥好像是没有人行道，只有车辆是吧？双向四车道的。宽的，可以的。很宽啊。平常是不走行人的吧？全部就开车，没有走行人啊。开车的啊。没有人行道固定。嗯。您有拍那个视频吗？直播。您是在这个混凝土这个车这里是干活是吧？是。哦，你们车有多少人因为这个桥受到影响啊？这么久不知道清楚吧？我这里干了几个月。干了几个月，反正你是有同事在里面，在这个岛上现在是出不来了。啊。好。好，我们再往前走，有看一下。对，记下他的联系方式。啊，好。
帮忙，他喷的时候呢，叮叮的喷。你好，可以再往前走一走吗？我们是新华社记者来这边采访的。我通知宣传部关接待你。新华社记者来采访的。工作证务在车上放着，我们正在进行直播。前面是我们的救援的车辆是吧？我们看到前方还有那个120的急救车也在旁边等候，然后旁边很停了很多这个公务车，包括公安的一些车辆。报社的，新华社。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水面的这个救援情况。你跟他沟通一下，能进去我们就进去。哎，你好。啊，你跟他说，我们一起的，你跟他说。你们就进去了吧。对。可以跟市委宣传部的龚处长联系一下啊。我知道。对。我们要进去吗？进去我就跟他联系。进去一下吧，我们尽量靠近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一些情况。确实在里面吗？对，您可以直接联系龚处长啊。救援不断的在进行，我们看到现在的时间是12:44，现场的这个我们的路面保障人员、水上救援人员都在这个不断的进行搜救。走，我们再去问几个村民吧。这样，这样你跟他沟通，如果能进去就进去啊，跟那个人沟通。大哥是住在附近吗？不是。哦，你是来这边看这个现场的是吧？您是怎么知道这边发生这个事故了？您是怎么知道发生这个事故了？看抖音就看到了吗？抖音上看到的消息。您是第一时间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刚刚来。刚刚来啊。那个是民，那是厂里吗？那个是民，我们是厂，我们不知道，那个是厂里的。我不知个有冇破坏呀？不知个，你上面系唔清楚。空嘅，唔穿就。我唔知佢空嘅咩嘢，我都唔好睇。睇視頻啊，睇空嘅。我唔知佢，總之係。睇到有車嚟。個嘢都好晏啊。七點幾啦。佢係好晏啊。七點幾啊？我5:05啊，知道。我们可以看到桥头上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啊，在断桥的桥面上，这个正在现场进行这个处置。从我们目测的这个距离来看呢，路面的这个断裂距离应该在10多米的一个宽度，因为有些人站在那里，他的同比例去看的话，应该有10多米的一个宽度。这条水道深不深啊，大哥？水道深不深啊？那个船转了。啊？那个船啊，那个船。我知道，我说这个水深不深呢？
哦，很深。很深啊，大概有几米啊，你知道吗？那个八米左右。就是断面那个地方，大概有八米左右的一个水深，是吧？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八米。要不找白山呢？八米多了。八米多啊。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看到现场的呀？我都不知道啊。我有几张车，没几张上面。您来的时候，当时那个涉事故的那个船舶，拖走了没有？那个上面，那个七兄左右。哦，现在那个事故船舶在上面是吧？啊，已经被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个七兄左右。啊，他那个船是一个，听说是一个集装箱船是吗？是个空的是吗？我都不知道了。挺明的。佢全面嘅，嗰啲公務人員你要維持點操作點成呢？正如村民所說啊，事故發生的時間呢是在今天早上的5:30。刚才我们通过跟周围群众的了解呢，他们听到了这个船一个很大的一个声音，但是当时没有想到是发生了船撞桥的一个事故。等到7:00天亮以后，他们来这边现场看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很多的救援的这个人员呢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置了。然后根据现场群众的描述，涉事故船舶已经在我上方，就是在河道上方的一个地方在停留。我们刚才在现场采访啊，遇到了一个在这边工作的一个工人，他告诉我他的同伴是住在河对面的三民岛上。事故发生以后，由于进出岛的这个交通被中断，所以呢他现在是无法上班的。事故发生的时间呢是在今天早上的5:30，他在值夜班期间呢听到了声音，但是呢第一时间没有想到是发生了船撞桥的事故。等到天亮他来看的时候呢，已经看到了这个相关的水域和地面实行了一个交通的管制。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沿河的这条公路上有大量的车辆和行人的一个围观。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对面的三民岛上住了不少的群众，那这条进出岛的通道被中断以后呢，对岛上群众的生产生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政府的相关的部门，包括我们这个一些救援力量呢，已经在进行物资的配送和受影响人员的一个转移工作。我们还会继续的来跟进一下这个事情的报道。我们现在正在协调，看能否进入到警戒线以内，去更加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事故的现场。
准备结束直播。